五天我都能醒，我这够命大的。哎，我这屋子是你收拾的，我这衣服是你给我换的。别想歪了，是韩风帮你换的。啊，那是你替我缝的。 是，我帮你缝的，我怕你就这么醒不过来，提前帮你穿好衣服。你这是在咒我死啊？啊？是。你要是没了，大家都安生了。我昏迷这五天，你都在想什么？ 我在想，你要是没了，独立团怎么办？我要是真死了，你该干些什么？帮你扛起独立团。不是替老方扛起独立团啊？都一样。我怎么说什么做什么，你这张嘴。 怎么总是不放过呢？啊！我为你言听计从，你对我又怎么样了？啊！我不想跟你说这些。那你为什么违反纪律去救我？你说。因为你救过我。 我不想欠你的。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两清了，不再有任何私人瓜葛。以后你我之间的事情，一律公事公办。哎呦，哼！我原以为啊，你是个勇敢的女人，可现在看来，你也是个懦弱的人。我不明白。那是你不愿意明白。 你以后会明白的。呵，你可真能干啊！这下够小鬼子吃上一壶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别以为我想来。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，我哥能下地了。真的？真的？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谢你。谢你吧，你把我哥打成那样；不谢你，这招好像还挺管用。别谢我了啊！哦，对了，你真要谢我呀，你就出去吧，我还有事要忙呢。哎，我说，别光顾着你的日本小妞，我哥都睡了好几天了，你也该去看看他了。 我可不是在催你啊，你不去也没人管。你不说我也会去的，你哥是条汉子，就凭这点，我服他。那当然了。进来。 没想到，你还是挺过来了。怎么，让你失望了？我才没有那么小心眼呢。我想明白了，你可以为了一个女人以命相搏，我董海文佩服。那好，想明白了，该打退堂鼓了。 你错了，和一个我佩服的人竞争，那只会更有意思。
别忘了，你还有我们家小凤。你炸毁了我的冶炼厂，我可以跟你一笔勾销。如果你辜负了我们家小凤，我绝不饶你。小凤，我可以把她当成好妹妹。至于别的，你好好休息吧。 站住！你爹的事情你怎么不问？还需要问吗？你恨我爹，你想杀了我爹，你也确实开了枪。可是我爹身上只有一处枪伤，子弹是黑木打的，你那枪根本就没有打中我爹。你那天这么说，是为了激我，不是吗？ 你很聪明，那你能告诉我，三声枪响，还有一枪是谁打的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但是今天，我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，你等着。你爹的扳指，你还记得吗？ 这个扳指跟随我多年，我决定把它送给你。爹，你怎么了？你爹中弹以后，把这个扳指交给你，他让我一定交给你。本来我早打算交给你了，可是一直没腾出空来。 孙管家来，没带来什么信儿吧？啊？我知道你们在找什么，一定是和向日葵计划有关。我没说错吧？你怎么关心这个？独立团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向日葵计划，我怎么能不关心呢？眼下还没有什么线索。这个扳指啊。 跟别的扳指不一样，你爹让我一定交给你。我想，跟你们要找的答案有关系吧？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等一等。 怎么还没把他送走呢？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再等几天吧。特殊？ 我还不敢确定，上级正在调查，我们应该再跟上级联络一下，尽快确定他的事。好，往来的那个女孩呢？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那团里的人如果知道了你跟她的关系，还不知道人家会说些什么呢？你听说什么了？哎呀，这个世上。 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。你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谢谢你的提醒，先走了。海文。哎，志伟。 我正找你呢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古振堂给我的，我爹留下了玉扳指，这上面好像有图案，但是我怎么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图案。这会不会跟孙管家给你的那幅画有关系啊？我也怀疑，但是我实在想不到究竟有什么关系。看来我爹留下的谜是越来越复杂了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 只要线索不落入小东俊手里，我们就还有机会。哦，对了，古振堂好像也很关心这个。这件事情，先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古振堂。惠子，来来，过去。惠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这有一件事想问你。 你问吧，问完赶紧回去吧。你是不是有了
你爱的人。今天跟你说话的那个女政委，她是不是就是你的爱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她的眼神，就跟看别人不一样。惠子，我不想你难受，但是我更不想骗你。谢谢你的实话，但是你永远都是我的海文哥。你看一看，是不是他？是的，他的身份调查清楚了吗？怎么了？如果真是他，那就不好办了。为什么？她叫小童惠子，是小童静的女儿。董海文在日本留学的时候，跟她关系非常好。怪不得他们两个人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处理好，处理不好对董海文非常不利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当处理。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多虑了，我总觉得独立团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每次我们的行动，好像小腾俊都会提前知道。你是怀疑你们内部有日本人的奸细？我想组织帮我们查一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说的这个事情非常重要，我马上向冰山汇报。不过你们独立团也要暗中调查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转移到密营啊，已经一个月了啊。这一个月呢，咱们是练兵，整顿纪律。我这个烟也戒了啊，身体也好了。接下来，咱们就痛痛快快的，跟鬼子干上一场。大哥，这话我愿听。老子想打仗想的都快憋死了。打是肯定要打的，但要讲究方法。我们独立团的任务就是破坏小藤俊的向日葵计划。保护冀中平原的矿脉资源，切断敌人的前线供应，让他们彻底没有子弹打。嗯，总的来说呢，一句话，打游击炸铁路，彻底摧毁鬼子的运输线。如果再像以前一样跟鬼子正面冲突的话，那咱独立团就完蛋了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机动灵活，还能避免大量的伤亡。那还等什么呀，赶紧跟他干呢。二弟别激动，来来来，坐坐，你们都过来，过来，来看看，来。这些呢，都是正在开采的矿山，有铜矿，啊，这是铁矿、金矿。鬼子对金矿没有兴趣，最有兴趣的就是铜矿。而这个铜矿呢，最主要的是集中在大瑶山以内。大瑶山的冶炼厂被炸了，鬼子把所有的铜矿都运到了桐江去冶炼，然后再运到兵工厂。我们主要破坏目标就是大瑶山到桐江的铁路。好啊，先把咱大瑶山的矿留着。参谋长，最近这一个月你没闲着吧？我制作了大量的炸药和地雷，还培训了一批爆破员。干得好啊，看这鬼子天天把骨架怎么这么心不在焉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朋友怎么会……你是说小藤惠子吧？啊，你都知道了？嗯，他的身份还有和你的关系我都知道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在我们独立团那么久，你说该怎么办？惠子虽然是小藤俊的女儿，但是她心地善良，她不会害我们的。这很难说，古团长一下山就中了敌人的埋伏，这说明我们团有敌人的奸细，这太可怕了。惠子不会做那种事的。
我也希望是这样，可是还是小心一点为好，只有暂时委屈他了。既然你都决定了，也只能这样。你能理解就好，我希望你不要受他的影响，专心地完成这次炸铁路的任务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小藤惠子对我们独立团没有任何威胁的话，我一定不会伤害他的。好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万一让他们知道你是日本人，你就遭殃了。我不走，除非你跟我。你干嘛？回家。顾小凤，你这里没出事吧？两口子住在一起，天经地义。顾小凤，我现在没有把你丢出去是给你面子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回自己屋去。我不回，我不是为了你好。你为了我好？哎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。请你出去好吗？请你出去。不出去。你给我。我不出去。好，你不出去是吧？我出去行了吧？你也不许出去！你滚着！不许走！顾小凤，你以为你死缠烂打就想让我看得上你啊？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是看着你跟我炸山洞的份上才没有说重话。但是你给我听着，我烦你，我讨厌你，我这辈子就没见过你那么不要脸的女人。把我绑了，跟你拜堂。就想让我跟你过一辈子，告诉你俩字儿，没门儿。你给你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还看到你跟他说话，我怕你跟他来往被别人看到，我看着你我不放心。你，我就是脸皮厚，我就是死缠烂打，总比你跟他不清不楚的让全团人知道的好。你喜欢赵政委也就罢了，你要是跟那个日本女人扯上关系，别人又要骂你汉奸了。我就是厚脸皮，看你爱骂你就骂。你犯不着替我操心，我跟他真没事儿。我不信。你真要守着我呀？就是要守着你，护着你。那行行行，那你睡里屋行吗？我睡外屋。不用，你还要做学问，搞炸弹呢，你不能睡不好。给你个背。你自干。三长，没有想到大洋山铜矿这么快就投入了运行，而且产量这么多。我仿佛看见了这些铜矿石变成了子弹，直接压进前方帝国展翅的枪膛。独立团方面有什么情况？独立团？他们能有什么动作？据我的经验，伺机待发，必然来势汹汹。报告司长。刚刚得到蝙蝠的密报。他们终于要行动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不必紧张，我早有准备。只要他们在铁路上一旦动土，就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同志们，这回我们选了三个爆破点，目标是从火龙沟开出了列车，爆破组分成三个小组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同志们，这次任务艰巨，希望大家集中精力。邓营长，到。你和赵政委分南北两路，途中埋伏，爆破之后
敌人一定会追上来，在这个时候，你们中途可以咬上他一口，掩护部队撤离。是。那赵政委负责北路打埋伏吧，我负责南路打掩护，那边我是路熟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全体都有，小友转，炮炮走。 23号路段，52号路段，52号路段。警察，警察，定位完成了，非常准确。他们会在晚上动手，这里是指挥。嗨。 怎么了？你走了那么半天，都没看到一个看守的鬼子呀？小鬼子哪来那么多人守铁路啊？也是。哎，听说你和你当家的住一块儿了？对啊，住一块儿了，羡慕吧？<笑>我羡慕什么呀？都还没睡到一块儿呢。 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团长，哇，我们中埋伏了！小团队中了田野前，一旦我们动土，他们就能定位搜捕。明才，快去告诉别的分队，让他们中了埋伏。兄弟们，撤！快！撤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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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小心！
小分队在前面偷袭，大部队在后面埋伏掩护撤退。喂，我们千万不要中了他人的计。八哥，八哥，兄弟坚持住啊！你干嘛去？我要回去救他们。那么多个分队，救哪一个呀？你一回去之后送死，送死就送死。是我判断失误，害了他们。我跟你去。都给我站住！营救撤退，这是赵政委和段营长的事儿。你们这样冒冒失失回去了，这不是给日本鬼子当晚餐吗？万一有所闪失的话，还得让一营去救，这不是添乱吗？都回去，等候消息。回去。坚持一会儿，还有人吗？救回来这几个人，啊，矿上的爆破手都死光了。少说两句吧。是我一时疏忽大意，害了大家，对不住了。大哥。你说什么？你二哥没回来？是啊，这所有人都回来了，就二哥没回来。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起来了？不可能啊！如果二哥被抓起来，那他们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的。二哥已经憋了一个月了，在山上，八成是老毛病又犯了。怪不得呢，撤退的时候，他提出一定要走南路。从南路撤退，必定要经过长垣镇。坏了，这次要是真让人抓住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别声张，赶快跟我走。当家的，生气了？我哥也是在气头上。你想想，那些爆破手原来在矿上都是他的心头肉，现在就剩这两三个了，他能不心疼吗？你别跟我哥怄气。我没跟他怄气，我跟自己怄气。如果我可以多动些脑子，独立团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损失。我太高估我自己了。小藤就那弯弯肠子那么多，别说是你了，就我哥他们都斗不过。你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你别安慰我了，错了就是错了。谁都会有犯错的时候。哎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先出去吧。当家的。哎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。董海文，你给我听着，你这个样子，小藤俊看了最痛快。吃这么点亏就站不起来了。以后还怎么跟小童俊斗啊？你以为你心里难受，牺牲的那些弟兄们就高兴了，指不定怎么骂你呢。骂你被小童俊给教训怂了，是爷们儿就站起来跟他们斗去，替兄弟们报仇，少在这垂头丧气。
看你丫的，这个腿呀，把老子给憋坏了。这回我得好好的爽一爽啊！哎呀，还真够水灵的啊！嘿，嘿，来吧啊！性子还真够辣的啊！老子我呀，就喜欢这个辣味儿啊！哼，来！段营长，他娘的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把这女孩放了！我说参谋长，你什么时候管起这破事来了？你他娘的少跟赵四清一个鼻孔充气儿！我没有和赵政委一个鼻孔充气儿。上次团长已经放你一马了，你要是再出事儿，团长也不好下台。段营长，你听我一句劝吧。把这女孩放了，这件事情我就替你保密。用不着，你少管这事儿。反正这人我已经都弄来了。你让开。姑娘，姑娘，怎么了？没气儿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没气儿了。段教授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才消停了两天，你怎么就……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咱既然入了八路，就应该服从人家的纪律。吃了呢，没想到，他就没气儿了。你是我兄弟，我任何事儿我都乐意。可你今天看你干的是人事了，啊！你他妈的也太混蛋了你！大哥，要打要罚你随便吧，我认了。要打要罚，这在八路军里是要杀头的。大哥，那怎么办呀？你该不会眼睁睁看着二哥被他们给杀了吧？孩儿，我替我二弟求你了。参谋长，这人死后他不可能复生了。你要是把这事儿说出去，独立团绝对不会饶了我二哥的。我也替我二哥求求你，我保证，他这毛病一定能改。
副团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团长，怎么回事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矩，下山抢劫，枪决奸淫妇女，枪决滥杀无辜，枪决。团长，今天当着全体战士的面，给大家一个交代吧。 我当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可这事儿你得说清楚。好，看来团长是打定主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了。那好，我跟大家说清楚。昨天大家撤离之后，一营长没回来，他干什么去了？到山下抢了个妇女，强迫不成，还把人家给杀了。 还想神不知鬼不觉把人埋了，被我当场抓到。你只看到了段营长把人给埋了，你看到他杀人了吗？你这事情都没搞清楚，你就敢动我的人，你这事儿做的有点过吧？当然不是，我有证人。怎么着？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你说句话。放手！ 参谋长，你看，躺在这里死去的无辜女孩，你要凭你的良心说句话，说话呀！有，董海文，你他娘的放屁！ 昨天我又去到铁轨上，回来的时候碰到段营长。许副团长所说的句句属实。既然你有证据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今天的事情必须严厉处置。严厉处置？怎么，又打三十大板了事儿啊？ 团长，今天当着全体战士的面，你要做不了主的话，我帮你。你干什么？有团长在，有本事你做主。全团也不是团长一个人做主啊！同志们，我们是人民的武装，工农的子弟兵。如果躺在这里的，是你们的姐妹。 你们能放过他吗？不能！大点声！不能！